三位评委一起布置了陈燕的挑战内容。李博士和周华健也将亲自参与其中。面对复杂多变的28个圆台，陈燕能完成挑战吗？好，我们的道具已经准备好了，现在您可以摘下耳机。好，跟随我来到挑战区域。好的，慢一点。我们从离你目前最近的方位开始，你挨个的分辨判断。我要用我的方式来定一下位啊。可以。嗯，大家不要吓到啊，音响老师关一下扩音。挑战开始。挑战开始。真的，真的。哇！我从来没有做过这个挑战，换言说，没有听过这么细。我说出答案的时候，我都心惊胆战的，我就怕说错了。真的。不行，我也用我的杀手锏。音响老师关一下扩音。小撒老师，你们有可能弄不是模特和孩子的东西吗？不是模特和孩子的东西确实没有。此刻这个东西内心是崩溃的。音响老师关一下扩音。挑战之前，我只知道我会去听模特和真的孩子，他站在这个台子上是跟我差不多高的，就是听的反射音完全跟我前边判断的不一样，就像很高，我就想这能是一个什么。这个应该是真的。但是是个大人吧，很高。
他就能够靠一个很细微很细微声音的反射，就建立出前面的一个空间，一个模型，用那个来去判断，真的就是一个声纳的感觉。一下老师关一下扩音。真的，并且是两个真的。哇！真的。两个都是真的。切！小撒老师，哎，增加难度不是一点半点啊。我们舞台上东西多呀，确实很多呀。不行，还得用我的杀手锏，音响老师。我屏住呼吸，因为我能停止呼吸很久，我能够给我的心脏跳动缓慢，所以他在我面前停了很久。就是可能说听不到我的心跳。真的。是个很高的大人吧？见过。哎呦，累了。真的。真的，并且是两个，并且一前一后。哦，还没完，还没完。
假的是两个并排站的。哇！假的，真的。真的一个，真的，假的，真的，假的，真的，真的，真的。好，我们得摆啊，这动作。嗯，百分百。前面的难关都被陈燕一一突破。真的。最后一道挑战了，撒贝宁将亲自站上圆台，这道几乎不可能成功的挑战将最终考验陈燕的能力。老师灌一下扩音。哦哦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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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小撒老师，这场上有可能是什么东西吗？因为当时没有太多其他的东西了。因为当时跟我说的是听人啊。确实是。我敢保证是人。好，我相信您。可是这有点难度。哎，还能动，哎，还能动，哎，还能动。我是听刚才的呢，还是听现在的呢？小撒老师，就听现在的吧。听现在的。就听现在的吧。音响老师关一下音响，听，请大家安静一下，谢谢。哦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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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是不是赖皮了？明白了，明白了。前面是个假人，后边是个真人的大人，但是从这个前边听着就好像是有很大的一个东西，但是刚才会变，因我。我要告诉大家，
挑战成功，成功，成功！耶！来，小朋友们，我们一起跳起来！成功了！哇，太不容易了！啊！